的呀哈。今天都腊月25了，大家看到这视频都腊月26了，再有4天都该过年了，手头上有工作了也都放一放吧，今年过一个欢乐乐的喜庆年啊。我在这里给大家当一个人性日历啊，每天给大家报一下时间，还有几天该过年。俺这儿过年，一般过年的习俗啊，都是该蒸来蒸，该炸来炸。人家又该说了，河南过年又开始炸了。俺今天不炸，俺今天开始蒸馍啊。因为有个说法是，到大年初一到初几啊，都不兴干活了，都兴歇。所以说在年前都把这些东西全部准备了多点，都准备齐全，到过年的几天都歇，啥也不干，光歇。大家那儿的习俗都是啥？有没有蒸馍这一项？俺这是，每到过年都要蒸好几大地馍。今天俺妈正给捂盘面了，走去看看她今年准备了啥馍都。开始蒸上了都，看上了。耶。俺这儿过年不行放馍，只行蒸月馍是吧？蒸馍，哎，蒸馍。今年蒸馍有啥花样馍吗？都准备蒸啥？蒸小刺猬，再蒸小白兔。小白兔。蒸枣花儿，一会儿看吧。哎，还有枣花儿。枣馍了。我蒸点枣花。蒸。那个枣馍里头搁点糖没？蒸。哎，甜点的，带一点点甜味儿，可好吃。还蒸包子。还有包子，今天还包子了。Yes, 过年蒸馍都是包子蒸馍。馅儿呢？必备的两项。馅是好么弄嘞？先蒸馍。先蒸蒸馍。那大街儿弄的那个白萝卜缨。素兰。哎，白萝卜缨，还有萝卜，红萝卜、白萝卜，晒干的都晒干的。蒸。小馍一会蒸的。精亮的。也都是。过年弄的好看呢。哎，你哪了？我也会肉啊。你会肉？会呀、啊。咦。来吧。我也会肉。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都是听恁奶说的。恁奶说的，过去的人呢都没吃嘞。要都是剁成卷，蒸窝窝。那都是一开始都蒸的黑窝窝，蒸成都是该剁卷的，都是好嘞。后来这都是过年嘞，一说弄点那好面，可稀罕那生产队的。反正他说都该。蒸个蒸馍吧，可稀罕一说蒸蒸馍。那蒸馍与一切都是蒸蒸日上嘛。嗯。咦，你说呀，咱俩毛总，你说多高兴呀，过年。哎呀。不中，你咋揉了呀？你看底儿。你给咱挖的馍底呢？你给这个底儿给它揉，你看见吗？你看咱挖的底儿。你看这，那这不是肉底下搁这儿？你给它弄零散了，你不能弄这面布，不能弄面。我最后揉完给它沾点面的。嗯，你看到吗？最后捏住它，捏住这个之后，给它圆一下，往底下一抠，看见吗？这个底儿。耶，中，有进步啊！你看这个弄的，有进步了。咱弄了慢，咱也弄成了，咱妈可能弄仨，我弄有。地瓜。小蒸馍都是好看。也蒸馍，这种圆馍，我感觉还是比那种方馍它瓷实吃中。它肉了多，那方馍直接多了，你想这搁这儿整个这盘子肉这。哎对。正好一锅开。这小蒸馍真好看。啊。这个给一个来那个打个蛋，这像不像那个章鱼顶上那个头？第一锅馍下锅了，这着压着不下，哥哥是看着可急，估计。可好了，面不白。肉包子，咱宝宝先吃吧，来个。啊，包子，做好吧。包子好了。啊，包子，我下棋。灌汤的包子。
下班回去都能吃俩。吃俩够。下期更精彩。